最近这个炮子跑跑跑，我什么炮子？我没有炮子，我直接练这种简单肉腿的部分。嘴唇，就这里，不是脸，因为比较厚，就是大家比较少跟我一样的嘴唇。妥中康，因为就是帅啊，我的菜，我的菜，就是很阳光啊，然后很比较壮一点。不是不是不一样，就是比较有中年人的样子。我喜欢中年人的样子。红鲤，哦，不行，我脑回超烂的，红鲤鱼，超基础的吃葡萄不虎，不吐葡吐，你讲个屁呀、啊！